我们的灵魂已经合为一体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没拆掉，居然。回家了。 我这大爪子行不行？这是个沙和尚啊，还穿个踏拉板。不玩爪的了，不玩了，这把玩个老虎形态，小老虎。 哎，在这等一下。这积木搁这草丛里头呢。疾跑开了，先吃个药啊。 我们直接疾跑，死了！脑斧形态。 哎呀，打我！我们组老虎、副熊加一级王八。哎呀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还装备，我们两爪子给你挠死，没挠出来，让他给我抠死了。可恶，真是可恶！ 熊的力量，这个致盲是挺膈应人的。走右边来，找到他，看他回不回家。嗯，厕所边吗？ 关门吧。先变个王吧，把线儿呢拖着回来啊，把线儿放在这里。这个吉姆现在没有双招，我们现在杀他是最好的时机。 但前提，我们的这个熊形态啊，得打得到他。先变个三层啊，我们加点移动速度。来，再往后拉一点。这人不上来了呀。 真是猥琐！好，他那个小莫快跑没了啊！来，这波熊形态，熊的力量，小脑斧挠，继续控线啊！我们生命的使者，将他们的灵魂送到野外。An ally has been
他没有鞋怎么能跑那么快呀？他比我快，跑得快好多哟。下波直接我们点炎触发灵光披风，然后让他交疾跑，他疾跑交完以后，他闪现没好，他闪现没好以后，我们直接疾跑上去把他杀了，啊！直接触发灵光披风，看着啊，直接让他交疾跑 ，OK。熊的力量。他敢上来一小下他就死。直接疾跑开起来。熊的力量，老虎力量，老虎力量。小老虎，小老虎，小老虎，龟的力量，我们死了，靠。希望兵线可以进他。嗯，可以。来个水银海。队友需要我们。专注。进塔了就行。下波他可能有闪现，嗯，这螳螂蓝应该不要，熊的力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便切换形态了，你知道吗？先跑一手，假装跑了，其实不严。这波可以尝试杀蓝枪，蓝枪在我们这就是个屁，只要我拍到他的就死。脑斧形态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我应该死不了吧？哎呀，我操了！哎呀，气死了！这个智盲可真是有点膈应人呐。没事，这个蓝 buff 我们续一波。到我身上吧，守灵们。合为一体。好。哎呀，他这边有闪现可怎么办啊？有闪现也没用，给我找他。我们是生命的使者。拍住，还带这样式的呀？拍住点炎，脑斧力量，往前挠，你给我交闪 ，OK。熊的力量，我们把蓝 buff 拿回来了，可以啊。这攻速快不快？你说。直接拆塔就行了，这波不用管他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疾跑开起来，狐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挠死他！嗯，
下路好像挺顺呢、啊，这个位置好像有个雷，我们把它踩了吧。有没有雷？没有雷，回家了。让躯体和灵魂。1800，我们够了啊。带个针眼，出个扫描，出门。我还是需要个蓝 buff 啊，我这感觉呀。右边有没有跳弹？我看看啊。好，这蓝枪，先把跳弹打了。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呸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先把这些小地雷都给它拆掉。偷东西的蓝枪。蓝 buff 刷了，把它拿了。熊的力量，打个助攻就差不多了。看看这里有没有雷啊，把它拆了。你千万别让我撵着你啊，先切个脑斧。熊的力量，咱先把他这个雷都给他拆掉。熊的力量，脑斧力量，死了。我打人很疼的，我跟你说。别着急啊，看哪里有雷。他只要敢把自盲给交了，我们就直接把他掏死。我给你踩一个吧，这雷。我记得刚才这地方有一个呀。好冷啊、嗯、熊的力量、嗯、有红 buff 哎。我们的旅程在继续，可以去把红拿了，我看看啊，先把那雷给它拆了。吉姆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走，我们也来玩中路。要杀就先杀吉姆啊！熊的力量在这等他，拍住！虎的力量，疾跑开起来！虎的力量，挠死！熊的力量。耶耶，哈熊的力量，拿熊直接给他拍死。小黄毛很是狂妄啊，很狂啊！熊的力量拍住，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给我加血 ，nice。熊的力量拍住，再拍，别急，等个4秒就。
血。好。看看下路能不能拆。没用，熊的力量拍 W， 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害追龟的力量。让你追，我玩吧，回血。啊？下午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。好的。怎么自己出来了呢？没叫 Siri 呀、啊，这熊的力量呢？虎的力量，挠挠挠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挠。熊的力量，点燃王八力量，虎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虎的，死了，该出点装备了，确实，先来个板甲吧。嗯，先来个板甲，跑得快一点啊。亚索攒风攒得挺快呀、啊，破败，战斗在召唤，羊刀两下一个虎的形态，我看看啊，这个积木我们应该不太用管了。现在主要是 AD 伤害，物理伤害主要是。幻影之舞，一跑得快，二攻速快。我想知道我蓝 buff 上哪去了，在亚索身上是吧？走，我把亚索杀了去。疾跑开起来，熊的力量。耶耶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你往那边走，熊的力量，我像个鬼一样，看能走哪去，看能跑得比我快。有没有蓝 buff 啊？我身上有，那算了吧。谁能跑过我？我两秒一个小疾跑，谁能跑过我？把红打了的。我们相当于在熊的力量、虎的力量 ，W 一手死了。泰坦来了，这就是我所说的控制技能，你知道吧？控制太多了，不过我们的蓝 buff 又续了一波，你知道吗？续了一波蓝 buff， 再出个啥呢？出个反甲，要不？哎，感觉出什么都不厉害。那无敌人虎形态不厉害，太弱了。九头蛇，我想又有虚区一点。
因为看了斗鱼四七五二五二，聚酒行。我们的旅程仍在继续，觉醒。没有蓝 buff 啊，现在呀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致命点炎，你给我死！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啊！人太多了，不够肉啊，真是不够肉啊！巨型九头蛇吧。我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，又差一个，不会破产的，我感觉应该不会啊。这个形态的乌迪尔没有那个有意思，还是那个比较幼，你知道吧，他不太爱死，这个有点爱死。疾跑开起来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我的人头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往哪跑？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给你个嘴巴子！虎的力量，你们跟我抢人头！积木是吧？是不积木？搁哪呢？积木，积木是吧？不行，熊的力量，给我把这泰坦给我杀了。唯独就是这泰坦控制技能多。W 一手，兄弟，我掩护你撤退。我说句实话，就现在这大龙都不好使，在我面前大龙就是一盘菜。咱先去杀个亚索吧。熊的力量，哎，熊的力量，一往哪跑？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我先把这拆了。熊的力量，给我拍！就杀这泰坦。虎的力量，拿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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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拍！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拍！龟的力量，直接龟壳。熊的力量，拍！龟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给你来个鸡巴。四形态任意切，熊的力量，我拍，龟的力量，走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走位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走位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
鸡。你们学的鸡没什么用啊，我这是就是想学一个刀，回家打大龙去。一个吸血我觉得够用，算了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。冲啊！打大龙，基地要爆炸了，快！你看那大龙打我都不掉血。刮痧，这还刮痧呀！我天哪，一个人打大龙打成这样还刮痧，这是上单呀，这不是打野，这没有打野刀。无影手，我2.5攻速。破败咱就不要了吧。哎呦我这，这个大鸡也挺有意思的呀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致命点燃，哎呀哈，给我勾个塔里去了 ，fuck you 啊！泰坦是真恶心人呐，没东西出啊，这东西换一个吧，换一个魔抗装，可以来个魔抗装。白打了，把这打了。打个风龙，哎，我记得改版了，不是乌迪尔每获得一条龙，龙的 buff 转换姿态啊，缩短5%加龙云霄龙的次数。姿态转换冷却时间缩短5%乘以云霄巨龙的次数。啊，云霄巨龙数5%，现在我们两条龙那就是10%呗。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虎的力量，无影手。还喷塔 Q 了呢，女警喷塔 Q。